你敢拉休都无人解救啊，人只会解冻痟尔，你知影无？可怕！实在有够可怜哦。建明啊，伊安尼哦，实在有够可怜呢。不如咱家己放开。我想，就算讲，咱互伊出去外口讨救兵哦，嘛无人会相信伊啊。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 既然到这个坎站，我就老实甲你讲，非得阁骂你嘛无啥物意思。不如我你甲你知影话好骗啊！其实我甲米奇早就离婚，啊，阁有所有的代志拢是我设计的。米奇。 你唔当唔了陪恁某，你是走出来找我要创啥？米奇，我甲你讲一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，天的帮助咱，要让咱遮久啊咧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是讲你有办法会当让伊有免大家三十岁？当然嘛有，我甲你讲，咱会当甲碧哥起痟，互伊失去处理财产的能力，到时阵咱就当光明正大接受陈家一切。家己碧哥起痟？无毋对。 因为伊母也是痟的，所以伊真有可能甲伊母也共款。来，咱好好计划一下。由于秀云了解了自己的精神不稳定，确实给振明带来了不少负担，因此秀云为了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，她决定待在家里，找些事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这天，秀云整理着家里。 顺便将郑明从小到大的照片拿了出来，看了一遍，看着郑明的成长过程，秀云心里对郑明所给他的爱与包容充满了感恩。这不是关道君，这相片里的查某囡仔，哪会跟米奇身上尔共款哈？哎，这分明就是米奇嘛！郑明跟米奇，可咱不是无熟。 你那时候在干什么？上去来对。这到底是？到底是什么？秀文，你那这样在家？金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较早跟米奇有熟识？你搁在后边想啥？ 我以前也可能是识米奇啊，无，恁来突然间冒这个问题，那安尼，这张相片你是要哪解释？解释？你是要我解释啥？你不是讲你唔捌米奇，那安尼为什么会出现在你较早的相片内底咧？这我要知影，我迄阵真正无识识米奇啊。 相片内出现无实在啦，是足平常的代志，是啥规定讲相片内底出现的人，我一定要识识。拜托的，我拜托你莫跟我白乱想好无？杨哥，杨哥啥？敢讲你真正怀疑我甲米奇？拜托你，我拜托你莫安尼好无？金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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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安尼啦，我袂跳槽伊，只是你，莫生气啦，阿妹啊。 秀云，我唔是故意要对你发脾气，我只是看你逐天咧疑神疑鬼啊，安尼对你甲对我拢无好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啦。秀云虽然答应了郑明要听话，不胡思乱想，但是心底还是存着疙瘩。虽然她一再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求证。 但双脚却不听使唤的将秀云带到了照片中的弟弟关渡宫。秀云拿着照片，比对着照片中的景物。阿婆啊，就问一下哈，你看我拍过相片，大家怎么样？很熟啊，我感觉吼，未久未过偌久啦。我看这张相哦，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哦。是啦，差不多吼有三四年啊。三四年啊，无安尼啦。
你去对面问这卖花啊，有啊，这卖花无？伊摆啊卖较久啦，啊你去前面看吼，伊应该有一个印象咯。你是讲迄个卖花阿伯啊？吼，是啦。阿爸，多谢你哈。不会啦，不谢。阿伯啊，歹势吼，咱借问一下，你敢有看过相片内底这两个人？这两个人，我看完啊。嘿。真面色哦！啊，我想到啦，这张相片敢是三四年前翕的对无？系啦系啦。算不好阿伯，你打这个无人在顾啊，是倒位来不好阿伯，你笑的。哎呀，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。阿婆，就问一下吼，迄个不好阿伯今日来无来啊？没会，什么人啊？就是我刚有一条出面来问你，啊，你叫我去问伊迄个阿伯啊？没事，工厂我听无呢。我就是迄天，哎呦，我无闲，我爱做生意的啦。我过来啥？阿婆，阿婆，你嘛？这边哪？你这么细心吗？妹，真的我。小妹，你别去乱熬无，我拜托你，你别规天到晚在想有诶无诶啦，那无我真正记在你袂掉。阿弥陀佛，这命是你的啦，我嘛不知影是安怎会变成安尼，这命是你的，真的，你别生气啦。这时刻，秀云真的认为自己病得好严重，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妄听和妄想？
他的人生真的已经完全毁了。你别去想啊，咱把这个代志放袂记好不好？我看你安尼，我心肝足艰苦，你知影无？是啊，我嘛不知我家己哪会变成安尼，我嘛无想要安尼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这不是你的唔对，你别搞啊！来，你先把这包药仔吃嘞，安尼才会较紧好。由于长期被一些奇怪的梦境所困扰，而且秀云常常觉得自己在睡觉时总是有一种昏沉沉起不来的感觉，为了怕证明又为自己的病事担心，于是自己去找医生问个明白。这我正常开给你的药啊，应该是没有这款的症状发生才对啊。你是不是在吃什么爱困药啊？无啊，我无吃爱困药的习惯啊。啊，若无，就是你要困以前，爱记哩，千万唔通搁去想任何代志。你要让你家己好好休困，试看卖做梦的情形是毋是有改善。假使若是搁同款，我才搁安排时间替你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医生，多谢你啦。然而，就在秀云看完医生，自己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，眼前却突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脸孔，让秀云的眼睛为之一亮。而这样的巧合也终于让所有的谜题出现了一丝拨云见日的曙光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啊，阿伯啊，小姐，是你？阿伯啊，你捌我对无？你就是迄天伫关头叫我卖火的阿伯啊，对无？是。阿伯啊，我找你足久的安尼，你紧甲我讲啊，为什么我第二天去找你，你都无去啊？啊，我问其他的人，因拢讲无看过你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嘞？我无时间啦，我要来走。阿伯啊，你莫走啦！阿伯啊，我找你找足久的，你还去甲我讲，啊，若无我去有这件代志，不要去啥，我甚至要想要来自杀，你知无？我看来你也实在真可怜。好了，我坦白跟你讲。原来就在秀云到关渡宫找线索的第二天一早，就有个女人来找这个卖花的阿伯，要阿伯不要做生意，还拿了一大笔钱给他。阿伯心想，不要做生意又有钱可以赚，何乐不为？所以当下就收拾离去。后来他从其他人口中得知，其他人也都因为被那个女人拜托而联合说谎，赚了一次外快。听了阿伯的形容，秀云猜想那个前去塞钱要大家说谎骗他的人一定是美琪。原来这一切真的是郑明和美琪串通来陷害他的，只是为什么呢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整件事情现在回想起来，美琪的出现，美琪对他的种种，甚至他所做的一切怪梦，还有三姑六婆们说的话，难道这些都是真的，并不是自己的幻想？突然秀云又想起了阿公在梦里告诉她的话，难道这一切都是郑明有心要设计她的吗？你要进去，你竟然要做这个代志。
前都让我看到啊，我也无说阁麻烦你些啊，玲玲。我着老实甲你讲，你毋知影吼，其实我逐工摕予你啉的水，内底拢有藏爱困药啊。等你困死以后，我毋是去你厝做，就是伫你个边仔，甲米奇个亲个，这种感觉实在有够刺激。哈哈哈！你别继续，你给我讲。你跟伊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讲啊！什么关系？啊！李奇，上来听听，快给！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画面！秀云再怎么样也想不到郑明竟然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不愿意接受这样残酷事实的秀云，一直告诉自己，这只不过是这些日子以来的另一场梦境。但眼前的这一幕却是活生生的现实遭遇。你别走去，你给我放，给我放啦！你管哪休都无人解救，人只会解当笑尔，你知影无？给我放！实在有够可怜哦，建明啊，伊安尼哦，实在够可怜的，不如咱甲伊放开。我想，就算讲。咱让伊出去外口讨救兵哦，嘛无人会相信伊啊！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既然到这个坎场，我着老实甲你讲，非得阁骂你嘛无啥物意思，不如互你家己知影外好骗啊！其实我甲美琪早着离婚，啊，阁有所有的代志。拢是我设计。原来郑明和美琪是一对已经相恋多年的情侣，但是因为投资股市被套牢，损失惨重，不甘心当一辈子穷人，于是两个人商定，由郑明去追求有钱的秀云。然后骗一大笔钱，再远走高飞。痴傻的秀云很容易就让郑明骗上手了，甚至不惜和陈永胜反目，坚持要嫁郑明。结婚当天，郑明还在担心陈永胜会不会真的狠心和秀云断绝关系，可是没想到陈永胜居然暴毙了。郑明喜出望外，以为马上可以继承大笔遗产，没想到陈永胜竟然立下遗嘱，说秀云要到30岁才能继承。什么啊？还阁等到伊30岁？拜托的，还阁7、8年呢。我嘛无度啊！伊只死老狗，有够奸巧的，人拢已经死了，阁留一步的。正明，我不爱啦，还阁等这尔久，而且哦，也袂当确定讲一定会当摕到钱。若准讲真正要阁等落。到时哦，伊若变心无爱我，我都要哭无目屎啊！李奇，你放心啦，我同来的人是你。恁查甫人哦，上高花园卡意啦，我白搁等啊。到时哦，我都已经30多岁啊，恁若无爱我，那是正常的啊。我白等，我白搁等啊！李奇，李奇，李奇，你听我讲啊！我白听啊！李奇。咱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，你叫我即马放弃，实在足拍算的，你知影无？而且陈家的财产遮济了，互咱14人都食袂了，你知影无？真正要跟我等这么久哦？那安尼我是要安怎？我第一个看你跟伊做阿婆这么久，我，美琪，你放心啦。我对伊绝对无可能有感情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定袂变心的。我不爱，我不爱啦。美琪，莫安尼好无啦，你要相信我，等咱钱摕到以后。由于这段时间对美琪来说实在太久了，她担心到时偷鸡不成还蚀把米，所以说什么也不肯答应。
郑明无奈，原本打算就此收手，但这时郑明却又恰巧发现了一个新的转机，因为公司的同事告诉他，秀云有精神上的遗传疾病。你唔当领陪恁某，你是走出来找我要创啥？美琪，我甲你讲一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，天要帮助咱，要让咱发财，咱要搁等遮久啊嘞！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是讲你有办法会当让伊免等到三十岁？当然嘛有，我甲你讲，咱会当甲碧哥取消，让伊失去处理财产的能力，到时阵咱就咱光明正大接受陈家一切。代表去笑？无唔对，因为伊母也是笑的，所以伊真有可能甲伊母也同款。来，咱好好计划一下。原来郑明在得知秀云有可能罹患精神病的机会之后，心念一转，决心和美琪联手设计，逼使秀云精神错乱，然后将她送到疗养院。那他们将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收陈永胜所留下的所有遗产。可是没想到秀云是快让他们逼疯了，但他们的关系也差点让秀云查了出来。未免夜长梦多，两个人又商定要让秀云死于意外。可是接连两次竟又让秀云死里逃生。不过现在真相暴露了，他们已经决心要亲手杀害秀云。听着郑明说出这一切，秀云的心都被撕碎了。想当初自己竟然还一度庆幸能遇到如此贴心的另一半，却没想到在这么完美的爱情背后，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那么可怕和污秽的动机。他真的好傻，他为什么当初不听阿公的话呢？